小林玩具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Summer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文文。哇，文文，我要问你了。就是你吃午餐了吗？没有，我现在肚子好饿。哇哦，所以呢，我今天给你准备了大餐。是什么好吃的呢？哇，那个就是，到底是软糖呢，还是美食呢？软糖、美食，我都想吃，怎么办呀？哦，可是今天没办法，因为我们要雪，你知道。那夏天你想吃哪个呀？啊，这个得看是什么菜了。如果是肉的话呢，那就不好说了。啊，你说的我口水都要流出来了。那就废话不多说，赶快开始吧 ，Let's go！ 哇，已经上菜了。是的。软糖美食今天会有什么呢？一想到哪一个面前就不换了，感受一下，那就它了。好吧，三二一，发光！哇哇哇！哇！哎，我的是软糖哎，那我的就是真实的拉面喽。哇，但是我的这个真的长得一模一样，你看。我更想吃你的，怎么办？因为这个哎，算是什么可乐味的。哦，我这个上面好还有好、哦、还有鸡蛋，哇！噔噔噔噔，哇！太厉害了吧，小小的鸡蛋，哇！而且还有这个叉子。哦，现在要准备开吃了。哦，你看，哇！这个看起来也太好吃了吧！我那个完全是很粗的面条，然后可以比较一下。来，噔噔。哇，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哦，好酸，酸酸的味道。哇，好酸啊，太酸了啊。好吃吗？好吃耶，就有一点甜甜的炸酱面的味道，好好吃哎！而且你看，这是还是热腾腾的呢。我这里还有个鸡蛋，哇，还有蛋黄，那蛋黄味道好真实哦。好吃吗？好吃，很筋道，这个比较甜，我喜欢。是吗？嗯。当你吃这个你觉得太酸的时候，你可以扒一口蛋，然后就没有那么酸。嗯，哦，啊，好吃，哇，好酸。然后现在进入了紧张的第二轮，噔噔噔噔，现在有两个小猪佩奇的蛋，我们要一人抽一个，谁抽到佩奇谁就可以先选。 OK， 你要哪一个？那我就要这个吧，这个，嗯， okay。 好吧，拜托拜托，佩奇，我以为你也是，我还以为佩奇会在里面，我以为佩奇会在这个里面，你抽到的是一个，对不对？那我点到了这个，好，一、二、三，棒棒，哇！哇，你这个，你这个也太好了吧！我的是糖果套餐，这个是我们可爱的糖果胡萝卜。哇，我这边蟹肉啊，超好吃的蟹肉哎！哦，那我先不管了，我先吃两口再说。那我要吃一颗了。它看起来很软，但它其实很有嚼劲哎，就是要用力的去嚼它。我觉得很多糖，软糖都很硬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看起来白白的馒头。哇，这其实可能味道应该就是棉花糖吧。嗯，是的。我这里是牛肉。嗯，好吃吗？太好吃了。这个是什么？它的形状是
法这样。薯条吗？有点像小鸡的爪子，是不是？这个不会是鸡爪吧？啊、哦，真的很像，因为它那个就是那个鸡的爪子这样那纹路，走起路来的样子。那夏天要不要吃一点我的小零食呢？哇，这么好，那好，那我也给你分享一点我的吧。那我就吃个炸鸡，好不好？哇哦，很有眼光啊！呼，哦，我超爱吃炸鸡的。哦，你想要吃哪个？嗯，你选一个。其实最想要尝一下鸡爪。鸡爪吗？哦，鸡爪的味道可能会有点……哦哦，放在我的饭上吗？鸡爪的味道可能会有点。怪怪的，嗯、我不告诉你，你要自己尝一尝哦。我来尝一下，和饭一起吃还是第一次。嗯，哎，我觉得怎么样？好吃吗？我觉得很好吃，哎，是吗、嗯？那你就多吃一点，因为比较软，它不像那个吃的吃的那种糖特别硬。嗯，你看我们都有鸡蛋，但是那你的是煎的一个荷包蛋，我这个就是一个煮蛋。那我们干杯，嗯、鸡蛋干杯。嗯，我的这个是一个半熟蛋、嗯，我的是有嚼劲的蛋，但应该跟我刚才吃的那个蛋是的。哇哦，现在来到最后一轮了，最后一轮很关键，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个游戏。看图片的话，应该很简单吧？哦，那我们就把它挪开看看。呜、哦，夏天不会第一个、哦，第一个就失败了吧？哦，嘿。哦，那我来了，滑溜。哦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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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要闭眼啊，不能偷看哦。OK， 现在呢，我要来看一下了，看看这个。哇哦！我要趁机闻一闻味道。哇哇！哇哦哇哦！哇哇哇哦！那你选要选哪个？我是想要换一下，然后呢要这个。啊，那我要猜这个到底是不是你想要的呢？对，就是我说的是真话还是假话，然后就要你自己来判断了。我再看看你的表情。我想换。你想换？眼睛里散发着的真诚，所以好，那我们就换好了。哎，这个笑，这个笑让我很慌张。那我们一起打开，三二一。哦，我这真的是五花肉软糖，这长得也太像真实的五花肉了吧？太逼真了一点吧，我真的觉得。噔噔，这是我的五花肉。这个呢，是我的软糖五花肉。像不像？嗯，不过你这个是一模一你这个肉太深了，你这个必须要拿去烤才可以吃。对啊，我不能生吃五花肉啊！今天，那我就先把它烤熟，然后我们再一起吃五花肉吧。好呀，那我就等你了，我就先把它放在这，不能够提前享用，要一起吃。放在锅里面烤，哇，都已经后面都有点熟熟的了，哇、哦，都有油溅出来。就听到那烤肉滋的声音，哇，就是觉得很好吃的感觉。我都烤好了哎、欸，对，是的，好香哦。开吃喽！哇，摆在我们的小盘子里，好香好香，可以开吃了。那我就开始吃我的软糖了。那我开始吃我的酥肉了，五花肉，五花肉啦，五花肉软糖。看着就很有弹性的哎，怎么样，好吃吗？它是那种很软，然后又很有点嚼劲的感觉，是吗？我觉得是我今天吃到的所有软糖里面最好吃的，是吗？那一会儿我也要尝一口、哦。好的，那我接下来吃我的烤肉。嗯，我觉得烤的刚刚好哎。因为我跟你说，这个我知道它是什么样的感觉，
就是你吃火锅或者吃麻辣烫的时候，能吃到那个宽粉，很有嚼劲。对，然后又那种就是很滑滑的，哇，就是那个感觉，你知道吗？不行，我忍不住了，我要现在就吃一块。好，现在我给你分享一下，稍等一下啊，要把它们分开真的很难。对，像蜜糖一样粘在一起。哎呀，好啦，我要尝一下。那夏天，哦，那我就可以尝一下我的烤肉吧。太棒了！呀吼！嘟嘟嘟嘟肉。是不是很像那种宽粉的感觉？有一种那种奶油的味道。对，我觉得这个是所有软糖里面最好吃。好吃。关于这个肉呢，也是最棒的。那是当然啦，也不看是谁烤的。哇，果然你的厨艺很棒哦。好了，今天这期玩了这个非常有趣的，到底是真的食物呢，还是软糖的挑战？大家觉得怎么样呢？我真的太神奇了吧！而且软糖竟然可以做出真实食物的样子。那这么喜欢，但是千万不可以贪吃哦，零食吃多了牙齿会掉。还有啊，吃饭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均衡饮食才行哦。对了，而且啊，千万不要浪费哦，我们要坚持光盘行动啦。那好了，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要继续我们美好的午餐时光啦。没问题，但是离开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点赞还有订阅哦。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